着万物的河。搞错了，再来。今天我们来到了江西南昌的八一公园，听说这里面有很多人拉二胡，走，我们一起去看看。来，休息一会儿。我看他们都在练功啊，你怎么不练啊？我是玩的，拉二胡的。我找的就是拉二胡的。你是在等你的朋友吗？我们高友。他们每一般都是几点钟来呀？九点钟以后。看来是我来早了。你的队友来了。我来帮你，别你帮啊，我别能帮你，看上去可不像个好人。九点二十五了，这个太高了，我帮你，不高，就这么高啊，感觉有点针对我。他们不来，我陪你们玩。我会唱敖包相会。哎，不是拉不了。看来是个靠谱的大爷。你们还有什么歌啊？哎，遇上你是我的缘，我会唱。高山下的情歌，是这万物的河。就唱的啥呀？你来唱，我来拉吧。你来唱。我不会唱。我拉你了。你管你那么多。我是人呢，我可以陪你们玩啊。哪个剧团的歌舞团的？我是那个2568歌舞团的。这个家伙好用，我拉一首给你们听，好吧？好。他刚才说要听《战马奔腾》，这个给你拜师了。